好的，大家安，我是乙迷。大家应该很讶异为什么我会出现在这个频道吧？是这样的，因为我跟王狗接了这支账号，好让我把以下的故事分享出去给更多人知道。其实是因为他的观众跟点击率都比我多了。好的，总而言之，这次的事件基本上也非常的毛骨悚然，我就来告诉大家我上个礼拜发生了什么事。好赞哦，我们这群好久没出来爽一下了。哎，小西，你有想好要唱什么了吗？随便啦，唱什么都好，反正我是被明团来续摊的，我本来念书很累，早点唱完早点赏了。哎，衰毛，他们说今天假日人爆多，所以包厢几乎都客满，不过五楼还有剩一间啦，看你们介不介意啊。我都可以啊，只要能唱就好了，就那间吧。来，先生们，包厢这边请哦。祝你们玩得愉快，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告知我哟。靠，那服务生未免也跑太快了吧。哎，话说回来，你有没有觉得这边特别冷啊？对，这里的冷气也开太强了吧，连我脂肪那么多都觉得冷了。哎，你们是要唱还是不要唱？不要唱我闪人咯。哎，好了好了，我唱了我唱了。哎，对了，难得来唱歌，大家先来拍一张吧。要开美肌哦，我最近长痘痘。耶、干啦干啦干啦！哦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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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这首吹柴是我的，吹毛棒棒耶！唯求你只此刻疲倦，千针刺身，直抱夜晚。耶！你们有没有听到怪声啊？好像有。哎，是不是设备出现问题啊？你再试一次看看。喂喂，奇怪，好像又没有了。什么？哎，那不是幻觉，是真的有女人的声音。哎，我也听到了，而且还很清楚。这个高声，该不会有闹鬼吧？你们不是很喜欢拍闹鬼之类的东西吗？干不趁现在把摄影机拿出来拍？哎，对哈，小西你好聪明哦。哎，肥宅，快点把摄影机拿出来录啊！搞不好可以放到频道下面赚点点阅率。不用你说，我也知道了。这样好了，就看看会录到什么东西吧。什么？哎，那个声音好像越来越大声了。哎，靠！吓死我了！哎，小西，你接一下吧。嗯。喂。怎么了？谁打来啊？没什么啦，要打去地狱打错的。傻小。哎，这衣服是怎样啊？坏掉了！靠，这里真的闹鬼了！既然这样子，睡猫，等你唱下一首，我们就快闪吧。啊，都发现一些怪事了，你还要唱啊？我们干脆直接闪吧。等一下，如果他们现在就走的话，就没办法拍到劲爆的东西了。这么一来，这个月也赚不到点阅率，我就没办法吹翻赏了。可恶 ，A 赏有我想要的老婆啊！我一定想办法把这几个臭俗辣留下来拍片。现在回去还太早了啦，大家难得出来，怎么能因为发生这种小事就打退堂鼓呢？我再点一首啤酒，大家爽一下嘛。先生，你的啤酒来了。咦？哦，谢谢你哦。谢谢回顾这位客人。咦，那个服务生走进厕所了，他是什么时候出现的？而且他为什么进去厕所之后就没有动静了？你们那么好奇，是不会走过去看看的。也是啦，走吧，肥宅，我们进去看看。好，好啦，怎么样？哎，里面没开灯，我看不太清楚。哎，哇、啊！靠，怎么回事啊？刚刚有人推我了。你也中了起来了。哎，小西，抱歉，开门踌躇不前，只好推门一把咯。话说回来，这里面根本就没有人啊。咦，真的？也就是说，那个服务生在这里凭空消失了。哎，小西，怎么了？他在厕所的镜子里了。那祝你们玩得愉快，拜。靠北啊！小西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啊？可恶！小西的家伙一定直接跑回家了。明天我一定要
有一堆我的自拍照，怪爆他的脸说哎呀，是小 C 吗？奇怪，C 妈，你什么时候发这张照片给我的？啊，我没有传东西给你啊。啊，我的相机还留在包厢里面。你自己回去拿啦。干，以上就是我那天发生的事情，而且就在我回去拿相机之后，发现录到了这个片段。Thank you.